后来遇到了一对好心的夫妇，他们可怜我，收留了我。我就攒了一点钱，给人家缝缝补补，做些针线活儿，白天晚上都要做。能啊，针线要心灵手巧啊。是啊，是要心灵手巧啊，乐得苦啊，要人教，要样子。有时晚上没有灯也要做啊。这难为你了，等债要来了就不那么苦了。债是非要到不可的，就算豁出命去我也不会罢休的。天也不早了，你歇着吧。辛苦你了。夜这么深了，姑娘还没睡啊？看看马。看马？我内行。哦，内行。你看我这马
还能走吗？走，岂止能走，他可以跑跳如飞啊。何以见得呢？喘息平云，也有光泽，骨肉皮毛健而不利，四肢细长，筋肉有力，一触即发。果然是个行家。前三大马市开元广宁成化，后三大马市大同陕边宣镇都算逛过。见多识广哦。啊，姑娘不是这里人？嗯，路过。我也路过，巧哎。姑娘去哪里啊？承德。我也去承德，巧巧。京城到承德，这里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。哎，姑娘，夜静如水，草原飘香，姑娘聊聊不好吗？或者附近走走。夜行多路，还是早点睡吧，请了。夜行多路，夜行多路，他是你的，是你的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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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容易啊？过去看看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四爷，四爷，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四爷，哎，你们两个在这看了，我到处走走，别跟着来啊。四爷，四爷怎么了？啊，把马子泡妞啊？他还缺吗？住房子永远少一间，送鲤鱼最好送两条，老婆要一个，妾室要排号，你懂不懂啊你？那怎么的马子呢？这扫兴泡去了。哎呀呀。
没有用的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用不到嘛。哎，好。这个也没用啊。好了。哎呀，我们用不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那边还有哎。啊。哎。哇，他帽子好大哦。哎，这个叫拜拜。哦，拜拜的。很刺激吧？啊！哎呦哎！晚茶，好好好，马上来。您的，谢谢。姑娘，好巧。嗯，您是哪位呀？你说过的，我是夜行多路啊。来啊来啊！好，这不错，坐下来聊聊吧。姑娘打哪儿来？很远。哦，很远。天地这么大，总有个东西南北吧。西。西。西西。西方。金也。好啊。财迷。啊。还有点不好。哪一点不好？天上的星星，西方七宿叫白虎星。你这一笑啊，笑得好邪气啊。哦，听我说，
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天之四灵也。白虎星有这么好笑吗？呵呵，遇到行家了。我们说的白虎星是白虎者，最终凶神也，对吗？凶神，就算遇上了凶神，我也认命了，说不定逢凶化吉呢。啊，也说不定会挨打，连命都赔上喽。化吉。四爷，什么事儿啊？宝珠要我跟你禀个事儿啊。早不禀，晚不禀，可真我找时候禀。禀，你去找地方吃面条去吧。禀了。宝珠说要参加这人的摔跤。他爱跟谁摔就跟谁摔。他还说，他说他丢不了人呢。那就让人家丢吧。哎，让人丢。不过四爷，就快上场了，您不去看看去？我看他，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，我还没看够他。四爷，我想参加赛马。最好别去，摔死了还好，摔伤了我可不管呢。哎，贾六，你诚心的是吧？哎，那我走了。本来就不该来的。啊，是。大娘走了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姑娘，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说到你们男人最喜欢的话题啊。哦，白虎是凶神啊。我说姑娘，你四爷，今天什么日子？四爷，犯小人。四爷，我刚刚跟曹先生逛了半天，好好玩，好有意思哦。啊，有意思，再去逛啊，难得嘛，来，去。我累了，我腿酸了。春仙儿头回来。哎，那更应该去逛逛了。曹仙儿，你带他去，随便哪儿。我也累了呀。四爷，可不可以坐这边喝茶？坐这都没意思。有意思。哼，有意思的很呢。这里呀，天不热不冷，人不多不少，地不坑不巴，草不枯不黄。瞧你说的，一串一串的。哼，咱们四爷是个单个儿呢，得陪着坐着伺候着，对不对啊四爷？对，我走。姑娘，我们走走。你跟我。四爷，人家可怕被你拐走了。我怕。走。你看不出来啊？看出来什么？四爷跟那个姑娘啊。哎呦，曹大人，你以为我没有脑袋啊？对方来历不明，万一惹上什么是非，那可怎么办？真机灵，有你这个答应啊，真是皇上的福啊。姑娘贵姓？姓沈，单名一个方。沈方，好，好听，沈方。那您呢？我，姓艾，人称四爷。四爷，来头不小啊。来头不小。怎么说？你自己明白啊。啊？哎，姑娘。你把我说糊涂了。四爷，你出门带着家丁、先生，还有丫鬟。出来混要崩场面，人多势众，万一遇到有人欺负，可以多些照应嘛。哦，那昨天晚上，你说你是贩马的。贩马？啊，对，挣几个钱不容易。是吗？不像。不像。怎么说？你说你贩马，前三大马市，后三大马市，你贩马的不去马市，反而跑来这儿，还说要往承德去。对，
我是这么说，姑娘，你不犯马，为什么也去承德呢？我去承德是逃避债。债？老师，你在唱什么？我唱的是瞎唱，没谱没调的。还要多久才到承德？还要一天多的路程呢。这么久啊？真他妈的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哎，还嫌慢？昨天绕过纳克拉奇的时候，一夜都没停过，要不明天还到不了呢。这段路还不错，有山有水，风吹来凉阵阵的。出了关就属热河好啊。好哎，西边是中山，东边是罗汉山，五列河像条玉带似的。嘿嘿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呢？老马氏，你有机会到我们那儿瞧瞧，那儿啊才是好地方呢。说的倒是啊，不瞒您说，怒族我听都没听说过，这儿只有喀喇沁、欧牛特、傲汉什么的。怒族在西南边。西南边？多远的西南边啊？可远喽。那儿也有山有水吗？山叫高黎贡山，水叫怒江，打西藏流来的。这什么五列河嘛，比起咱们怒江，就算是条小水沟了。可是啊，这边菩萨林，所以你们那么老远也跑来了。菩萨灵不灵要看帮不帮我们了。是啊，大清朝就是以七恨告天，求的就是这个菩萨，明朝不就完蛋了吗？七恨告天的时候还没有外拔庙，还没有避暑山庄呢。哎，是先有菩萨后盖庙，哪是先盖庙后有菩萨的。他有七恨，我们也有一恨告天呢。姑娘，你们也想和大清朝造反呢？那可好，乾隆爷啊，每年这个时候到承德，恨他，恨他没有用啊。他住山庄里头，你恨你的。他是恨你不赶快赶车。你一个人跑那么远来讨债啊？对呀，我一个人跑这么远就为了要讨债。要不要人帮你啊？不敢想。我看呐，是一个男人欠了你的债。一个男人？对，是个男人。这个男人伤了你？伤了我一家。伤得很深，伤得彻骨。那就不光是钱喽。哼，钱，钱算得了什么？是情，是情债。我没那么风流。血债？是血债。
行战。我没这么风流。血债？是血债。你到承德是要一个人的命？要命？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是豁出去的。跟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也许有用呢。我是要帮你的，真心的。没有用。我认识一帮马贼，他们可以帮你。不，这债我要自己讨。自己讨？一个女孩子弱不禁风呢。既然要讨债，是强弱都要讨。话不错，有志气。光凭这一句话，你的债就讨了一半了。哦，那还有一半呢？我啊，我帮你，我替你去讨。你？你能干什么？你能打吗？你练过吗？练过。打？弄那玩意儿，那是粗人玩的把戏。哦，粗人。那你呢？我写对子，念诗，花前月下，大草地上也成啊。找个女伴儿，卿卿我我的。雅人嘛，当然是办雅事儿喽。雅？一个马贩子。雅？我一巴掌打了你满地找牙齿。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是小人啊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，你都占齐了。胜负，这是交谊呀！什么交谊啊？你看看宝珠的打法像是交谊吗？别开玩笑了，谁打赢了，捧个金菩萨回去，那多风光啊！谁打输了，宝珠加油！心里这么火大的交谊嘞，都是他们编出来的瞎话。
出手，你这话太伤人了。保住，加油！春熙给你加油啦！好，油给他加，醋留给我喝啦。帮我加油嘛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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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保住！我来！菩萨是你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哥，您辛苦了啊！去你的，走开！哎，今天回去啊，禀告四爷，一定要好好的赏赐宝柱。嗯，小六，你看你能跟宝柱比呀？春喜，我真不明白呀，你的心到底像谁呀？像谁？哎，谁都不像。哎，十指连心嘛，还不都一样？哎，你看看他。哎，倒是四爷到哪儿去了？嗯。哎，那还用问吗？四爷单飞了。哼，他一有伴就把我们割下了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雅人又发雅兴了。我的马在叫了。嗯，它的确是匹好马。马有讲究，你要听吗？嗯，你讲过的，多听有益无害啊。嗯，所谓骨大从粗，裂高翼阔，眼为玄镜，头若侧砖。你笑什么？我在偷看你啊。哼，真是无聊。嗯，还没有人这样骂过我。骂骂也好啊。这么好的一位姑娘家，心里却压着一笔血债。姑娘，我帮你讨债，但是我劝你消债。最能劝我的是我自己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面劝我自己，一面又鼓励我自己，好苦啊。苦哪是一个苦字可以说得完的。你到承德一定能找到债主吗？也许。也许找不到呢，他搬了，他走了，他……我会知道的。回去吧，再劝劝自己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到了承德我怎么找你？
我来找你啊。找我？很难哦。找我也很难呢。哼。哎，明早一块走好不好？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嗯，好热闹，今儿玩的好吗？嗯，好啊。嗯，还遇到昨天那个马贩子。又遇到了马贩子。好哎。马贩子有什么好啊？他们都会些拳脚的。嗯，好像哦。不是什么好像不好像，没有一个马贩子不会的。好些马贩子啊，明里撵马，暗里啊就是马贼。来喝水。嗯，这个不像。他们路过还是来贩马什么的？路过吧，说去承德。承德？承德可以结个伴儿啊，说不定他还能帮你讨债呢。多个熟人总比单个的好啊。我也想过，可是不行，我的忙谁也帮不上。谈了些什么？瞎扯啊。扯来扯去就把他底细给扯出来了。可以结个伴儿，只要他对你啊没安什么坏心。也没安什么好心。不过有意思帮忙。帮忙不好吗？我老了，要是年轻，我就陪你走一趟。其实啊，您有这个心意已经很可贵了。你歇会儿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嗯。万岁爷。皇上。皇上。万岁爷，您在想事啊？不，我在想那位姑娘。我就知道。你就知道，我就先讲。看你那个小心眼。万岁爷，不是奴才多嘴啊。您这为福出宫，皇太后知道会怪罪下来的耶。放心，怪不到答应身上。可是做答应的总不能不为万岁爷设想啊。什么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谁也不能惊了圣驾。嗯，这女的。哎，她叫沈芳。沈芳？什么名字不好叫？叫沈芳，沈范似的，多别扭。哎，真服了你了，春喜，人家是个可怜人。是啊，可怜啊，我见犹怜嘛，怜香惜玉的怜嘛。他去承德讨债。讨债？讨债干嘛？一个女人自己讨啊。哎，不过有帮手。哎，有讨债行、讨债店、讨债鬼，还有讨债商号。哎，宝珠最熟了，兄弟干这行的多得很呢。嗯，混混吃人，衙门抓了，讨来讨去，打来打去，债主还是一个蹦子都捞不到。那是一笔血债。血债？那更不得了了。万岁爷，你怎么把血债往身上惹了？忍着点吧，血债有都统有衙门，干我们什么事啊？哼，这女的一看就是不好惹的样子。凶神下凡，白虎星。那更不得了了。万岁爷，我们平平安安的，
明儿个一早我们到避暑山庄，不要再留在这里了啦。哎，不过事不关己，关心则乱呐。宝珠留着，你们去休息。哦，走吧，走了。哦，是。姑娘贵姓？姓沈，单名一个方。沈方，好，好听，沈方。那你呢？我，啊，姓艾，人称四爷。到底是什么来路啊？一个人跑这么老远来讨债啊？嗯，是啊，一个人跑这么远，就为着要讨债。要不要人帮你啊？不，债是我自己要讨的。自己讨？一个女孩子，弱不禁风的。既然要讨债，是强弱都要讨。话不错，有志气。光是这句话，你的债已经讨了一半了。哦，嗯，那还有一半呢？我帮你，我替你去讨。一个马贩子呀，我一巴掌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嘿，哎呦呦呦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是小人。哎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，你都占齐了。这姑娘到底什么来头？青春短不知
究竟何处，今生无悔，叹我心又有谁人来念。来生再许愿，与你共缠绵，生生世世相爱，岁岁年年共度。来生再许愿，与你赴红尘，繁花落尽，只愿比翼双飞。我望不穿心事天涯，人间如梦如烟，来生再许愿，与你共缠绵，生生世世相爱，岁岁年年共度。来生再许愿，与你赴红尘，繁花落尽，心浓人间。